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一个节奏型，就是我们常说的 slow soul 灵魂乐，慢灵魂乐 slow soul。它是这样的，很简单。哆嗦哆嗦啊，哆嗦哆嗦。比如说，我们很多的歌曲都可以用这个节奏型，比如说《茉莉花》。好。但是这样比较简单，从 slow soul 我们可以延伸出另外的弹奏方法，比如说哈，哆嗦哆嗦，我们把第二拍省略到，呐呐呐呐，啊，蹦蹦恰蹦蹦蹦恰蹦，把第二拍省略到，省略掉哈，好一朵美丽的。啊，就是这样哈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好，这是一种。另外呢，slow soul 还可以延伸出另外一种哈。刚才是这样，哆嗦哆嗦，那我们也可以变成这样，哆嗦啦。啊，这种也可以哈，也是从 slow soul 延伸出来的。好一朵美。这也是一种，另外呢，还有一种啊，就变成只要弹两下哈，蹦蹦恰蹦，蹦蹦恰蹦，蹦蹦恰蹦，就是把第二拍、第三拍都给省略掉，蹦蹦恰蹦，蹦蹦恰蹦哈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，是这样哈，就是把第二拍、第三拍都给省略掉。好，最后呢，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可以中国风的弹奏哈，就是按下这个键，然后上面呢就弹上面的黑键哈。随便弹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